学居然来旁听，你们对于终极一班二的故事是不是非常了解呢？如果你待会通过我们的考验，上台合照。尤其大东非常热情，可能会加码拥抱。OK 好，现在我们每一位同学就要跟着我来出题。待会呢，请准备好你的牌子，进场有一个号码牌，这个号码牌就是待会点到你，请起立回答我们的问题，答对了就可以上台跟我们的偶像们来合照做纪念。第一位我们要出题的是，来先请看影片，题目就在影片中，来请看。谢谢，好，请到台前来。
还没有中奖的举手。好，老板，我们玩到晚上10点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下一题，请看大荧幕。还没有成就，还要回来做什么？哇，这一段很温馨，陪着奶奶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变成……阿美，我要跟让人讲话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快回到厨房去泡茶？哎呦，不得活活了！你叫我泡茶？喂，嘿嘿，麻烦你去泡个茶，老婆。
记得吗？已经忘了照片的事。你要干嘛？那个照片从头演到尾，应该记得的哦。来，不用麦克风，你讲，我们你要喊的，我们全场都安静在等你，宝贝儿。他们两个都在吵架，还这样会好？我怎么会跟你讲说照片里面是郑润海的成员呢？再猜不出来，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三个你的好兄弟嘛。对啊，三个跟你有问题在里面。猜出来假猜不出来、啊、他好像不是，可能不是台湾的朋友在猜。你是台湾人吗？他可能不是，所以我们在讲半天他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他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，他只知道中奖了。接下来前前后后都不知道在干嘛，都不知道在玩游戏。 OK OK 了吗？所以他答对了吗？好，我们制作人确认答对了，恭喜。好，谢谢中冠军。好，下一题哦，请看大荧幕，应该会很简单哦。小姐，你现在几岁？18岁。哎呦，被施了异能术啊！提出来了，请问五雄被梗裂，我的妈呀！一，快点准备推荐，快点吧！二，快点准备动很多吧！有一跟二可以选啊，所以我们是很有良心的、啊。等一下，不是蒙牙苦牙嘎皮胡拉八号吗？我没演啊，你告诉我啊。我不会演，但其实我中的啦。好，到底是哪一个，待会就知道了啊、哦。来，五雄请出列。哦，好。来，帮我们抽出这个梗裂的异能术的名字的正确念吧。有把握回答吗？有把握猜对吗？好。天哪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好帅好帅，走路的时候大家